OK， 有我有。打造台湾漫画梦工厂，邱县长邀请日本知名建筑大师藤森照信到新竹县内湾，一同走访核心车站，为推动内湾一线久已成为国际魅力景点的看法做意见交流。因为运送石灰石，核心车站是内湾目前唯一的木造车站，最特别的就是折返式车站以及行车控制器等历史文物。藤森大师看完之后，也建议邱县长一定要完整保留这些深具历史意义的铁路文物。建筑师特别交代我，对于火车站里面的过去在所有的不管道具台泥竹笼厂的再顺用会石灰石的道具最后能够找回来，那这点呢，我有十分的信心一定把它找回来，更加有国际化，更加有观光的一个价值点。新竹は何度か来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すごく山の方は緑が多くて、町の方は新しい産業があって、大変面白い場所だと思いました。号称建筑业老顽童的藤森照信，现场用自然素材融合在地元素，建构出一栋栋温馨雅致的茶室。邱县长希望借由大师长才，将内湾支线结合动漫文创产业，融合新竹县在地元素，营造内湾一线久已成为令人感动的国际观光魅力据点。